接受信用卡 payment 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客人付款的一个方式，我们不会给客人放款的动作，借用于让客人可以付信用卡可能20到30天的 term， 他也不需要马上付钱，他们所提供的服务，当我碰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一通电话就帮我们把所有问题都处理好，他们的利率，他给我们非常好的利率，所以我们每个月其实每年算下来省掉不少的钱。联盟信用卡服务系统现更名为联信商务，免费咨询1800503-6222。